是2015年五月，OK，是36:46，晚上6:46，我们可以把剩下几堆看完吧。OK，这个是OK，看看，哦，Herman's Handbook 是，哦，全世界的这个一些比较 outstanding 的那个信仰啊，是宗教信仰。是怎么回事？OK，不看这个。OK，这个是什么？这是剑桥上古史 （Ancient History） 是，有包括欧洲的嘛？是 OK，是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这 Chapter One Chapter Six 安纳托利亚，现前1750到现前1600，然后呢？OK。大概就是这两个，OK，还有什么？特洛伊第六层，是第六层，是2001年，是2001年，是啊，什么时候影印？有没有写啊？没有标记吗？不太可能哦，是看到了，200110月31号，OK，这是第一部分的，是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叙利亚过去。哦，是，这是中央图书馆影印的，就是因为建筑史的关系，哦，OK，涉及中东上古，但是第一波了，第一波比较仔细看中东上古史的部分，啊，有些东西它还没有更新呢，基本上是停留在60、70年前的出版状况，那些东西停留在100年前的状况的进度，比如说加尔迪亚这个字早已经被淘汰了，后来乌鲁克。苏美人阿卡的很多细的分法，OK，一些图片非常古老，看得出来啊。Chapter 第十章，OK，过去。我看看这个，这基本上也是那个刚那一个谜底词，OK，这一点就是，OK，就是所谓的 International Bible Encyclopedia，就是是国际标准。是《圣经百科全书》四册的第一册，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在1990年代，1990年5月份，是阿玛纳版那个泥板跟那个楔形 cuneiform 楔形文字，是啊，怎么讲圣经考古学的部分呢？那个叫四册，也很大大部头的。OK，这是什么？哦，这是年鉴，大英百科全书的年鉴。年鉴基本上一年出三本年鉴，一个是 World Report，就是所谓的世界现况啊，是政治啊或者国际现况。第二本就是医学的年鉴，第三本就是一般的 updating 的年鉴，就是修正词条的年鉴。这个大概是一般 World Report 的年鉴，1991年 Yearbook 是啊，没错，Britannica Encyclopedia 1991年的年鉴。这看得出来是欧洲石器时代的一些是文物啊，是 archaeology 考古学，OK，有一些东西印象比较深刻。1993年1月印刷，没有足迹的换过去了。哦，这是大不列颠百科，就是翻成中文繁体字的那个盗版的那个百科全书，其中的词条埃及学词条 Egypt，哎，过去这个呢是啊。是，这个大概上次讲过，我就想讲过那个马达加加加泰隆尼亚、马达加加跟那个贝加尔湖。OK，这个东西可以讲一下，这个很特别啊，这个东西是啊，是我记得这个东西呢是，早期1989年代啊，那个时候，因为要针对希腊史啊，罗马希腊史，希腊史的部分。希腊的部分，那黄俊杰台湾学者，他翻译的那个是一篇文章，书目解题，比如落落大者，比较知名的，有关于希腊的著作，古希腊的著作，那就我有做一些标记，是什么时候？是1989年8月份，是看到这个啊，如获至宝，就看他把所有最屹立不摇的学界最屹立不摇的是常青树的一些著作，是比较标杆性的著作，它这边做一个整合。基本呢有讲到了，是算是
希腊学的这比较高的基本门槛了，是啊，是，他应绝对会有讲到台湾出版状况有关希腊史的部分。我旁边做一个注记，第一个，半希腊文化，西元前2800到1200年，二期第三期黑暗时期，第四期就是古典时期 classic， 西元前第八世纪到四世纪啊，第五就希腊化时的亚历山大帝大帝的。是西元前十世纪到二十世纪左右的时代吧。黄俊杰先生，那早前还有是王任光，那基本上有一些相关的就中文著作，那有关希腊史全部被我收刮来了。这还觉得还是不过瘾啊，还隔靴搔痒啊，这个东西算是间接性的，间接往前进。英文著作要到台湾来的会看的人也就不多了。是啊，这每一个人领域都非常狭小啊，因为钻进去钻很深。OK， 1978年是在西雅图，黄俊杰先生。是啊，另外一位啊，还有叫什么维的啊？那个王任哦，是还有一位那个邢义田先生，邢就是那个啊，是右耳立耳旁，邢是形状的邢呢，三撇改成立耳旁。邢义田先生他在中研院，他基本上也是做。希腊罗马史算是古典史的部分，欧洲古典史希腊罗马的部分。那后续我就没有再追踪了。那像那个什么维啊，那谁啊，就很著名的，那会忘记好久以前，20多年前。那王任光、那黄俊杰，还有那个什么维呢，基本上是祖师级的祖师级的人物了。OK， 那我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因为这个地方是。大英百科全书的那个 bibliography 的部分呢、啊，是后面的那个延伸阅读的部分，是啊，看，是1989年9月，这大英百科全书什么词条？基本上，Greco-Roman Civilization 的词条，就是希腊罗马时期文化的词条，那后面的 bibliography 是 Ancient Greece 的部分，是上古希腊史的部分啊，比如说这个这个框起来了 ，Volume One 到1970年代，这种是啊 ，Cambridge 啊，是剑桥上古史。刚刚我看到一部分的是那个我影印的资料一叠，是啊，这1970年那个时候所注入是1970年的第一册跟第二册。那现在后续那要 update， 要有修正版本非常重要，修正版本是啊，这个是麦西尼。是啊，树坑哦，树坑式的坟墓这些，是 circle B 啊，这个是圆形状的树状啊，树形坟的是那个 shaft 树坟是古希腊。那我大家看一看啊，你注意有印象的稍微提一下 ，OK。是啊，也是剑桥上古史古典史的部分，1970年代出版。那如果这是1990年代出的那个版本，大英百科版本，那基本上，我看1989年引印的话，差不多吧。1982年的版本或1985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的版本，所以它的注入呢，或者是延伸阅读部分，追到1970年代出版的那个《剑桥上古史》，哦，差不多，若合符节是。For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of the Greek, Polis, OK， 基本上是城邦啊，750到500 BC 啊，西元前750到500 BC， 这是说城邦式的这个希腊式的文明向外这点点扩散啊。1931年 ，Library 是什么东西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下面这个是。也是 Cambridge， 你看那基本上跑不掉几本重要的出版品、啊、那可以知道那个剑桥什么不管中国史上古史，它就挂名剑桥大学主编的，那基本上就是指标之一了。那不需要是跨越太多，把这个某些重要著作把它彻底消化呢，都花好几年的时间呢。The select bibliography， 基本上书目中又有书目，这边收集相关的书目变成一本书。希腊世界，这是 OK。下面也是 Cambridge， 你看，
那不是第四册第三版 third edition 看第四册 ancient history 跑不掉了，基本跑不掉。那重复也重复提到，那基本上那个就跑不掉了，就基本书单了，是吧 ？OK， 这个我看 OK 到这边啊，这个蛮有趣，这个东西是什么？看看 Western Asia， 就是西亚部分，是西元前1792到1390年前，西元前哦，差不多是3700至3300年前，那是西元前1792到西元前1390，什么时代啊？是古希腊都还没崛起，我看看它有不同的对照，它 date 第一个是年代嘛，西元前，看从上面是更久以前往下，越接近西元元年了，1700、1650，然后看第一栏呢，是啊，第一栏是巴比伦的地方啊，卡塞丹的卡塞特的王朝 ，Gandish 哦，有些东西我们不太熟悉，那拉萨是 Sealand Kings， 是啊。那第二这个东西呢，Ishnamitani 啊，米坦尼，这是伊兰，不是埃兰，不是伊朗哦，不一样 ，ILAN 不是 EIRAN， 伊朗是比较后来的波斯，这是伊兰，然后亚述 ，Assyria 亚述，第三个 Mari 就是 Aleppo 是叙利亚沿岸那个古城呢，是古文明 ，Carti。OK， 是大概的，这个表非常重要了，一定要列成一张表，否则是记得混乱了，这个什么都搞不清楚。有表二是纲举目张，清清楚楚一对照一下，哎，按图索骥。年表非常重要，像我记得那个清朝的，把那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啊变成表非常重要，表用那个几何图形，因为把表这样印在脑海里面，就是。比那个文字推理啊是便利太多了。那像史记讲到本纪世家列传书表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表这东西有图像型的来记忆啊，让你清清楚楚一些梗概前后脉络可以对推敲的出来，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OK， 好，这边我就看看，就看这一叠啊，就看这一叠，这是 Encyclopedia and dictionary， 是指的工具书啊，是百科全书跟字典，这全世界标杆性的百科全书跟字典啊，但是英文吧，但是也有一些别的语文的，比如中国，我记得中国来讲很多哎，胡照书1991年胡照书在百科全，我看中国的部分 OK 啊，是啊，那西方非常注重。就把基本上把所有知识分野成艺术跟科，我看看中国的部分，我看看中国的部分，来我看看中国的部分，哦是在中国部分的这边，哈哈哈，来看看中国的部分，来我把很多东西还原成汉武汉字了，人家基本是拼音的，不容易对呀、啊，就所有学有专精的人都会搞错，这拼音它基本上用拉丁拼音，比如说这个地方，看黄染那边，黄染是的。看依照英文名意思就推 Emperor's Mirror， 这皇帝的镜子啊，看到哈，译文类传啊，是欧阳询，是虞世南，初学记，徐坚啊，是杜预通典，马当林的文献通考，看他如果翻译义的话怎么翻，马团令。Enormous 伟大 and highly regarded 文献通考，然后的意思是 general study of the literary remains 文学的遗迹残骸啊，就是 general study 一般的通论研究，就是文学的遗骸，文献通考，看再看它发拼音，文献通考，马端林的。那宋太宗太平御览啊，你看太平御览意思要怎么翻 ？Emperor's Mirror， 哦，是皇帝的镜子，是翻的非常有到位，但是是不是不熟悉这语言，不晓得还是这方式 ？OK， 这是1568到1572是谁？太平御览是没错了，对照一下1568到1572太平御览。
我那个书架下面有五六册太平御览，整套买，从商务印书馆买的。Was revised 有修正什么 ？And reprinted 重印 ，from movable type 看，活版印刷术怎么样？可以移动的 type 吗？活版印刷 ，a new edition revised by 是谁？渊渊哈渊是渊渊谁啊？渊渊是谁？侧腹圆规是什么东西？一八哎，看不太清楚了，2012年是正桥通志遇害。是王印林《永乐大典》啊，跑不掉，一定要提。三才图会王琦，是啊，配文运府啊，声韵学的康熙，是啊，骈学那边《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是什么东西？是看不清楚。哦，是小记录，《虚屋烟会》，虚王琦是。上面王琦是，我看大家看到这个有点稍微混乱一点，因为有些字被朋友纠正，所以熟的汉文典籍啊，英文不要对照一下，要英文的拼，你看这个东西又臭又长，看这个东西很古籍的什么东西，看到这个东西是乌漆雷天漆欠什么东西啊，太敲重。恐怕编辑的，苏修乌庆雷天七千，知道什么东西？七1887年，对照一下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了？哦，乱了哦，是清代，是啊，很长的。二西苏西出通前点内药后。内药合编没问题，内药合编1902年，清朝书文写通考玄通考没问题了，清朝书文玄通考是不是啊，有点被办个语言游戏了，陆尔奎基本上已经到民国年的台版的，我们看，我们来看看一些，中文版的一些近当代的一些哈、类书，就是工具用书，我们看看 ，OK， 看看啊，1902年，然后1915年的啊，我们看看有没有听过1980年 ，Officials 是官方人员呢 ，of the Greater Encyclopedia 大百科吧，其实。Greater Encyclopedia of China， 中国大百科了，那60册的那个 Publishing House 就出版那个集团 Encyclopedia 跟大英百科全书那个的编纂的公司呢，announced 基本宣布呢一个合同 agreement， under which 这合同之下呢 ，OK 这个东西 Micropedia， 的标志，是第15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呢，哈。是不是基本上它的简编部分是啊，简编 Micropedia 简编部分 would be 就是被翻译成中文，那基本上这个开始才是有真正授权的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台湾的那个不列颠大不列颠那基本是倒转在大陆的翻译的版本，翻成中文是中国大陆先翻的，就大英百科全书的这套书，然后再翻成繁体字，那时候海峡两岸的法律出版法的关系钻漏洞，那地球出版社那老板把翻成又弄成繁体字，那很多东西拖错很多，一般能用 OK 不错，有一个垫脚街不错，但是啊基本上已下狱了，花了点钱了，那好，那基本上他后来有新另外一个有新的那个认识说那所费不止，非常的这个转移权是非常高的，哎呀。Greater Encyclopedia of China 就是中国大百科60册，那么中国大百科60册，我的评价基本比大英百科全要优的，我使用上也优得多。那么中国大百科就不是生物卷就3册，建筑2册，中国历史3册，外国历史2册，基本上就从就以类别来分。那大英百科全是不是是 A B C 来分的，基本上有点杂乱。那它当然有一个 Propedia 说预编呐、啊。
知识的分类，让你去按图索骥，找到你要的类别，然后分别的不同32册里面不同去找你那个 ABC 的排列。其实中国大百科不是，中国大百科一个类别，比如考古学，就一本全部都是考古学，但里面的 AB 就有编法前后顺序，但是那整本全部都是考古类的，或者语言文字就一本就全部的语言文字，就是类别来讲，没有像那个大百科学这种方式，这就更进一阶了。所有的经费都不需要去找别的别的领域的书，这么就那几本，您锁的那几本就是那几本跑不掉了。大百科就不是，大百科就是用 A B C 来排的。是，那早期那大百科全书翻成繁体字翻成中文的话，是从简编开始的，简编就12本呢，后面副编才是精华，后面副编比如说阿基米德那里面有10页到15页，密密麻麻的，希腊罗马史有200页，密密麻麻全部集中的是一个词条，那后面副编的部分，前面说是简编的部分 ABC 排，一般一个词条顶多吧半页给你，那后面的副编呢，一个词条给你100页200页，因为昆虫我记得就89页，那时候1990年版89页，全部都昆虫了，89页。可是简编的部分，前面12册简编的部分，顶多词条最长给你2页，半页就很棒了。大部分就是的一栏或两栏，就顶多是这样 ，A B C 排列啊。那后面17册的副编的部分，一个词条哦几十页了，洋洋洒洒。每一个词条都独立成一个，基本上也就从基本进阶到门槛里面去了。Greater Japan OK， 讲哪边啊 ？Greater Japan 哦，对，大日本百科全书说10册啊，最近现在哦，大家看哦，这基本上不是，这是东方的，它把它集中在一起，是不是？阿拉伯世界 OK， 我看有一些东西，我看获得一个很珍贵的字，现在是21分钟了 ，OK， 这是那个部分。是啊，1990年6月25号午间所看的注记啊，字典页啊，另外字典跟百科全书基本上分成两大类啊，是啊，有一些是历史上的版本，就是说有里程碑的非常重要，在出版史上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看看 ，Dr. Johnson issued October 是28开28对吧 ？October 3175的是什么东西？哦，是啊，是，字典的那个形式种类啊，一般用途性的，那什么东西是 ？Most people encounter dictionary 是基本上一般人用是就是简编版的、啊、解说版本是，陈述是 Europe， 这是 Johnson Samuel Johnson 啊 ，Dr. Samuel Johnson。是啊，塞缪尔·强森啊，是那位是 OED 那位，哦是 ACD 啊，是不同的相关的就是叫周深牧师 ，ephemeral 是 ephemeral 是 ephemeral 的字从那边来的 ephemeral 是也昙花一现了，是周深牧师的持续不久的 ephemeral writers 就是短命的那个作家了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K， 美国就是 Heritage Dictionary 是非常有名 ，American Heritage， 这个些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些参考书籍啊，比如说字典类的，这是啊，这个东西字源学的 material was superior to that in comparable dictionaries， 是 American Heritage 保讲到字源学自己1969年版出现的，是啊 ，OK。大概看看 ，OK， 1958年，哦，是 Origin Eric Partridge 的 Origin 这本我有，1958年出版的，它这上面什么东西 ？English term， Earth 最早有关词汇的，什么词汇？法律词汇，1527年 ，John Rusty 很有意思，就大概是这样子。哦，我看还有没有东西漏掉重要的，我看到那些过去的跟过去了 ，OK， 过去。来，再看看，啊，这个东西什么东西？24分会不会太长啊？很难消化。这是指纽西兰的鸟类啊，是啊，很特别的。最重要的，就最知名的那些很奇特的鸟类，纽西兰鸟类是很奇特的鸟，你全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你看看这边，看看这边，
但我们再继续来讲这一叠 ，where 是交嘴雀，是 more 孔鸟 ，kiwi 不用讲 ，ki 是啊啄羊鹦鹉 ，takahe 是纽西兰挪岛鸯栖 ，black tail 这就是水鸟 ，saddleback 安贝鸟 ，kakapo 就是啊鸮鹦鹉啊 ，black robin 是 yellow eyed penguin，kokako 就是好、哦、这是也是一种。是啊，这是鸮鹦鹉，哪个是卡卡布鸮鹦鹉？卡库卡库是土语啊，没有 OK， 所以专门讲是纽西兰鸟类的。2001年10月 ，OK， 到这边暂告一段，25分23秒 ，OK。